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拥有月无双和小可爱妙妙的方法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感谢各位粉丝的一路陪伴与支持。今天呢，继续来帮助我的粉粉盘皮肤。这位小粉粉呢，告诉我他只想要一个妙妙的皮肤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一起来帮帮他。在这里呢，鸽子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对我的一路陪伴与支持。这个皮肤呢是免费盘给大家的，不需要大家的任何回报，你们只需要帮我点个关注就可以了。在这里呢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陪伴与支持。我发现这位小伙伴的皮肤真的是好多呀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去帮他盘一个妙妙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当当当当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迷你币变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发现妙妙并没有出来。我现在决定领一下。这个妙妙呢，需要我们领一下，但是它有一点点延迟。延迟的时候，邮件可能会收不到，我们需要等一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不能闲着，去帮助我们这位小伙伴再盘一个皮肤。我们看到这里的叶小龙好像非常的孤独，他一定非常想自己的师妹。那我们就去帮他盘月无双，帮叶小龙把月无双找回家。我们去找找叶小龙的小师妹，这不一下就找到了小师妹。那我们帮他把月无双也盘了吧，小伙伴们，这下子月无双和叶小龙终于团聚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再去把这个小可爱妙妙去领一下，这个时候他就出来了，小伙伴们。所以说呢，一定不要着急啊，妙妙是有一定时间的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月无双妙妙已经帮助这位小粉丝已经盘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